该你了，该你了。你要选哪一个关键字？告白神器。你们知道白气球打黑气球会怎么样吗？会告白气球啊。告白气球。你们知道《创造101》的主题曲里面有唱到一位名人吗？我知道王祖蓝。哦嘿嘿 baby， 有你我不怕阻拦。还有，你们知道有一首歌也唱到了你们的导师的名字吗？谁？什么歌？宠爱。宠爱。我只想给你，给你宠爱。给你宠爱，最远的距离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在你面前，你不知道 我爱你。恶心，恶心。这个也算告白。一博，你不要老是丢东西好不好？掉什么？丢下我。土味情话，土死了。哎，这个我还是跟郑重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是我亲发明的。哦，好帅啊，好帅啊！有人会变魔术吗？不会。有没有谁对魔术很有兴趣的？有没有？有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跟 女生之间就会有一些比较近的距离的一些表现。好，那个我需要一个女生，谁要来那个？好，来，瑞奇，你检查一下这个牌是不是正常的牌？你抽出四张一 ，S， 四个花色。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吓死人呐、啊！你很白，罗志祥。你这游戏到底要玩几次啊？每次都这样下，一辈子。好，你现在仔细看一下这四张牌，四张吗？四张哈。仔细看、嗯。好，我现在拉起来，洗掉，重来。好了，我洗过了。你现在一张一张，一张一张，一张一张压着放。对，我都没动牌啊。好，牌放了，这个。整理好，把它发完，一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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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。哦，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 ？Everybody， yes， 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哦、oh. ，请翻上每一张第一张牌。哇哦！罗志祥，你不要离开那边耍帅，恶心死！回来，你回来，不要耍帅。然后就告白成功了，对啊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哇，我们给小猪老师掌声鼓励。苏瑞奇有被撩到吗？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傻子。咿呀咿呀哟！康师傅冰红茶提醒您：节目燃痛快，广告也精彩。康师傅冰红茶要的是燃，燃不起来了，导演都快热化了。上产品。康师傅冰红茶，燃痛快 ，Let's play。燃。是每一次舞蹈的旋转，然是每一段高歌的音符，然是学艺之路的不懈付出，就等这一刻被你看到。坚持做自己就是燃痛快，康师傅冰红茶，燃痛快 ，Let's play。宾利十足，燃痛快。本节目由很燃很痛快的康师傅冰红茶行业赞助播出。点击视频下方点赞按钮，获取创造101官方互动平台 Doki。支持你喜欢的选手，为他的梦想、才华和拼搏精神点赞，逆风翻盘，向阳而生，助力他们实现梦想。每位用户每天登录可点赞11次，为同一位选手只能点赞1次。腾讯视频 VIP 会员每日可点赞121次，为同一位选手可最多点赞11次。同时，还可以通过微博明星势力榜、创造101榜、OPPO 创造101榜、微视创造101榜。为你支持的选手继续点赞，微博、OPPO 和微视用户每天登录可点赞11次，为同一位选手只能点赞1次。此外，
OPPO 创造101榜，每周点赞数最高的选手还可获得额外10000个赞。定制你 pick 的选手会员卡，可额外为选手增加121+11赞。您的点赞将决定选手每期排名，也将决定最终成团的101女团成员。快进入腾讯视频 Doki、微博、OPPO 和微视点赞通道，为你 pick 的选手点赞，并为他选择最合适的队友吧。上小红书 APP 搜索创造101，为选手打 call， 送现场门票。这个主题就是你不知道的我，大家都会觉得亚敏就是很酷、很帅、很有态度，没想到还可以那么可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展示的是你的这一面 ，right？ 啊，对，希望没有拉到你们的眼睛。很棒，表演很棒。这个代表他国家的传统文化了。独眼独上西楼，邓丽君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，深院锁清秋。